过的位置，发现原来它在这里。我们还在想说奇怪，怎么607在哪？原来是在上面，所以下面是没有的哦。西门洋行位在西门路一段跟南宁街，中国石油对面。好，这边走。看到法蝶时尚沙龙这边转弯，这里上楼即可，在三楼哟。到了，thank you.